大家好，我叫一妹，然后喜欢我的点赞转发评论啊，然后房间号是80720525，我还没调好麦克呢，稍等一下啊。哎呀，总是整不正好，来了。这首歌叫《心女驸马》，喜欢的转发点赞评论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太快了，没跟上。从小爸妈就对我讲，黄梅戏可不是很好唱，模仿着大人身段模样，实现了我的渴望。面对这爱情的考量，冯淑珍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女驸马的故事伴我成长，我的狗自由在何方，为兄弟郎离家园，谁料慌忙从状元，中状元招红袍，谋杀宫花好啊，啊好新鲜啊，这是一场坚定的仙女。再见哥，让我醉发评论哦。